清新淡雅的紫色花，立体水珠般更迷人。今天艾米带大家学习一款立体珠花，先准备好要使用的工具吧。先用北欧角胶的乳白色完成打底，照灯。用艾米圆笔沾取北欧彩绘胶的紫色、蓝色，并与封层混合，在甲面上画出五瓣花。再用拉线笔取胶，并勾勒出轮廓。然后用土黄色点出花心，照灯，继续取紫色和蓝色彩绘胶的混合色，在花心处拉出花蕊。照灯，用小笔沾取草木绿，画出花朵周围的枝叶。照灯，用金色彩绘胶勾勒甲面边缘，照灯，在花瓣上点上宝石胶，尽量呈现饱满状态，增强其立体感。注意每完成一片花瓣后要照灯固花哦。最后整角刷上封层，照该就完成啦。清雅的花卉，用金线点缀，让款式更高贵。喜欢这款的话，就快跟艾米学起来吧。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